这个数字有什么魔力？难道它会改变一个人的一生？好莱坞快递为您介绍。当文学想象遇到科学发明，会产生什么结果呢？请看《星球大战》的展览。一个小学校里的图书管理员，却是孩子们最喜欢的人。他的秘诀，讲故事。纽约时尚周上，一个来自中国的设计师引人注目。他设计的服装好在哪儿呢？可能让他看到，中国现在年轻人的一种生活状态，一种时尚的状态。和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3月9号，我是唐新民，很高兴又和大家在美国之音制作的美国万花筒节目中见面了。节目一开始呢，我先给您报告文艺新闻。大家有没有看奥斯卡奖的电视转播呢？如果您看了，一定会记得由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参与制作的纪录片《难以面对的真相》获得奥斯卡奖的情景。戈尔在获奖之后号召公众积极参与环保，降低对自然环境的污染。可是就在他获奖的第二天，美国田纳西州的一个保守派组织便抛出戈尔一家昂贵的电费账单，批评戈尔是个言行不一的伪君子。美国的一个保守派组织谴责戈尔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住房耗电巨大。这个田纳西政策研究中心发布的声明表示，戈尔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减低家里的用电量。他在这里要我们节约能源，他自己却没有对自己的住所采取适当的措施。美联社得到的账单显示，2006年戈尔一家耗电量在191000千瓦左右，而一般家庭一年的用电量则是15600千瓦。但是戈尔的发言人克赖德尔表示，戈尔使用了大量的再生能源用于家庭用电，以平衡他的用电消耗。戈尔正提倡一种碳中和生活方式，为平衡家庭内二氧化碳排放，戈尔一家已经为全球多个降低能源消耗工程项目投资。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里盛况空前的西班牙艺术展正在热闹举行，展出的展品来自西班牙的巴塞罗那，那里已经成了欧洲一个新的现代艺术和建筑中心。这是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第一次举行这样大型的西班牙艺术展览，这个名为《巴塞罗那及其现代性：从高迪到达利》的艺术展，涵盖了1888年到1919年间300件来自西班牙的作品。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副馆长贾高斯说，这次展出的很多装饰艺术品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比如这些由西班牙著名建筑师高迪设计的作品。你在西班牙之外很少能看到这样的作品，我们真的很幸运能把它们运到北美来。包括巴塞罗那市长乔蒂·海鲁在内的一些西班牙重要官员出席了这次艺术展览的开幕式。现在各个电视台都是真人秀大当其道，连英国球星贝克汉姆和他的太太维多利亚最近也和美国的电视台签约制作真人秀。这个节目将记录两个人的生活以及他们搬到洛杉矶的经历。这档真人秀节目将分6集，可能于今年夏季播出。中心内容将锁定维多利亚如何和他的先生英国球星贝克汉姆置办新家。贝克汉姆已经天价转会洛杉矶的一个足球队。前辣妹成员维多利亚表示，这个真人秀将与众不同，给很多人惊喜。不缺钱又不缺人气的小贝夫妇为什么愿意做真人秀呢？美国电视导视杂志的特约记者纳丁·曼多莎这样解释。大概维多利亚想要让大家看看真正的自己。汇集世界时尚潮流的巴黎时尚周已经结束，压轴好戏是世界顶尖名牌路易斯维登的秋季时装秀，而路易斯维登的代言人好莱坞明星斯嘉丽·约翰逊的到场也吸引了不少人的眼球。斯嘉丽·约翰逊曾经在电影《戴珍珠耳环的女人》中扮演荷兰画家维梅尔的灵感女神，而路易斯维登的设计师马克·雅各布则表示，去年他推出的风格迥异的时装系列灵感则是来自维梅尔。
马克·雅各布说，斯嘉丽太棒了，我很喜欢她，她非常性感，她是纽约人，这太酷了。而来到时装秀现场的斯嘉丽表示，能为路易斯·维登代言是一种莫大的荣幸。路易斯·维登07秋季时装复古优雅，宽松的直筒线条让女人可以自由自在，上衣大多质地柔软，腰裙采用闪亮挺刮的面料，呈现利落感，而细细的腰带勾勒出女性的妩媚风情。几乎每个模特都戴着一顶蓬松的贝雷帽，穿着一双粗大闪亮的高跟鞋，眼角处夸张的线条在复古中透露出时尚和前卫。马克·雅各布是美国人，近年来在雅各布的带领下，经典品牌路易斯·维登的风格越来越年轻时髦。好，文娱新闻之后，让我们来看一看好莱坞的电影。又到了周末的晚上，忙碌了一周的您，是不是想暂时逃离现实生活，进入魔幻灵异的世界遨游一番呢？接下来我们就要为您介绍两部魔幻和灵异电影。寻找梦奇地虽然是一部儿童电影，传达的人生意义却是老少皆宜。而《灵树23》是好莱坞笑星金凯瑞事业转型的一部重要作品，普普通通的数字23却有着惊悚诡异的玄机。好，下面就请看新星制作的好莱坞快递。预谋赛 go。 首先我们来看看寻找梦奇地。10岁的男孩杰西和同年纪的女孩莱斯利是两小无猜的好朋友，他们经常一起去附近的森林里探险。莱斯利喜欢讲述充满幻想和魔力的故事，杰西则钟爱绘画。两个孩子运用丰富的想象力，创造出了特雷比西亚王国，一个只属于他们的秘密王国。What do we call this place?这个想象出来的王国没有讨厌的老师和同学，没有孤独和寂寞，却有各式各样奇特的动物和植物。杰西和莱斯利就是其中的国王和皇后，一切由自己做主。在这个充满惊奇的奇幻土地上，有很多事情等待着孩子们的勇敢冒险。寻找梦奇地改编自美国女作家凯瑟琳·帕特森1977年撰写的同名畅销小说。小说和电影都表现了一个主题，那就是个人的世界能够通过幻想得到积极改变，以及活出自我，对朋友忠诚和对未来充满希望。影片中的魔幻世界由凭借《指环王》而成为世界著名视觉特效公司的维塔公司创造出来，观众们将可以看到一个有别于其他魔幻世界的全新幻想世界。Just close your eyes and keep your mind wide open.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灵树23》。阿加莎在一家二手书店中买下了一本名叫《灵树23》的神秘小说，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丈夫沃尔特。两人都没有想到他们的人生将从此发生变化。在阅读该书的时候，沃尔特发现书中所写的故事和自己的经历非常相似，而且小说预言般的将他要碰上的事情一一列举出来，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一一应验。沃尔特也发现23这个数字竟无处不在地潜伏在他的生活中。按照小说的结局，沃尔特将变成一个杀人犯，对太太和老朋友下毒手。濒临崩溃的沃尔特相信自己将被神秘力量逼迫成杀人凶手，阻止这一切的唯一办法就是找到这本书的作者，并揭开全盘真相。随着数字23的一步步发展，沃尔特及全家也在一步步走向黑暗和恐惧。在人类历史及宇宙万物间，存在着不少和23有关的巧合。人体血液每23秒循环一次，人类基因共有23对染色体，美国的硬币上有23个字母，莎士比亚的出生和去世都是23号，凯撒大帝被刺23刀身亡，
到底数字23是造物者的恩赐，还是撒旦的诅咒呢？好莱坞著名笑星金凯瑞出演这部心理惊悚电影，最主要原因是他认为自己和数字23有不解之缘。I've had kind of an obsession with this number for a long time.几年前我把我的公司改名叫 GC23， 因为我长期以来一直痴迷于数字23。我有一个朋友对23这个数字很有研究，他给我指出来后呢，我就开始到处寻找跟我生活有关的数字23。我真的找到了很多。我看了电影的剧本后大吃一惊，觉得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于是我马上就接下来了。以阿拉伯数字为题材的好莱坞电影屡见不鲜，而且这些电影几乎都与惊悚和恐怖联系在一起。相比之下，